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威胁我？我真不是威胁，因为我们真没别的办法。而且您应该比我们清楚啊，这个妇女保护条例不是规定吗？企业不能在女职工怀孕、生育和哺乳期间辞退女职工，否则就是违反了这个劳动保护条例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您还是赶紧把这个家给我们批了吧。 要不然您这不就是歧视孕妇吗？歧视孕妇？啊？我就是孕妇，你说我歧视孕妇？我是因为你们钻了空子骗了我，还骗了我爸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职业欺诈。谁欺诈了呀？ 我们怎么欺诈了？白纸黑字写着呢，白慧是你们的正式员工，我们怎么欺诈了呀？我不明白。 反正如果您真觉得自己有道理的话，那咱们也别在这儿说了，好吧？咱就法院见吧。法院见。没事，媳妇儿，咱们走。